主料大于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辣椒、香菜、醋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葱、姜、蒜和辣椒，事先炸好的大鱼、香菜洗净，切成段，热锅入水，不用再用油，倒入大鱼段，加入醋和酱油烧开，再放入葱、姜、蒜和辣椒，放入香菜，继续要烧开，加盐入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备好的葱、姜、蒜和辣椒不要先放，出锅前入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